尊敬的余康镇副部长、唐华军院长、张鹤成书记，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按照大会安排，我代表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向大家简要发布2020至2029年中国农业展望报告。刚才听到韩部长、曲东玉干事、余部长和邱市长的致辞，我感触很深。我们近年来持续开展农业预警、监测预警和展望工作，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作用不断突现。虽然今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会采取视频直播的方式，但对于信息发布而言，这种形式的改变却有更多的受众接收到我们的报告。本报告是中国农业展望专家组在前六年展望报告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国宏观经济、资源环境、科技创新、农业政策、气象条件等因素，采用中国农业监测预警创新团队研制的 CAMS 模型做出的最新基线预测，并与有关专家分析研判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在此感谢来自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等专家学者在展望报告编写过程中给予的重要支持。一、宏观经济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主要假设。未来十年中国宏观经济与社会条件假设如下：中国经济加快转向高质量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人口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人口老龄化趋势增强，城镇化率稳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短期在合理均衡上保持基本稳定。从农业生产条件假设来看，展望期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数量预计继续下降，耕地资源总量将保持基本稳定，水资源约束会继续趋紧，但农业科技创新将推动生产效率提升，政策创新将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二、2020年中国农产品市场预测。预计2020年中国米面油、肉蛋奶、果菜鱼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将进一步提升，城乡居民优质化、绿色化、个性化、营养化消费趋势将更加明显，农产品贸易保持增长趋势，大豆、肉类进口稳中有增，农产品价格总体平稳，部分品种高位震荡的风险增加。分品种看，一、口粮种植面积和产量保持基本稳定，生产结构继续优化。2020年继续积极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稻谷和小麦种植面积预计稳定在8亿亩左右，总产量与上年基本持平，优质稻谷和专用小麦种植面积继续增加。二、玉米面积和产量双增，工业消费增长明显，优势产区玉米产能将得到巩固提升，预计玉米总产量增长至2.6亿吨以上，玉米消费有所恢复，饲用消费稳中略涨，工业消费增长较为明显。三、大豆生产继续恢复，大豆振兴计划继续实施，预计2020年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增长1.6%和3.9%。四、棉花和食用植物油产量增长，食糖产量下降，进口均有所下降，需求总体趋弱，预计2020年棉花和食用油产量分别增长2.2%和6.0%，
食糖产量减少2.4%，由于需求不振，三种产品进口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五、生猪产能年底恢复至基本接近常年水平，禽肉等肉类生产保持增长，生猪产能持续恢复，但由于年初基数低，全年猪肉产量有所下降，禽肉等替代品继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猪肉产需缺口，奶业提质增效明显，产量稳步增长。六、蔬菜水果产量继续增长，水果水产品出口下降，预计2020年蔬菜水果产量分别增长1.1%和0.5%，水产品产量基本稳定，受需求下降预期的影响，水果和水产品出口量有所减少。三、未来10年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市场形势展望。未来10年，中国农业转型升级将明显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将取得显著成效，农业现代化水平将稳步提升。主要特点有：一是农业发展加快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绿色、生态、优质、安全的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明显增加；二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消费总量将继续增长，饲料消费和工业消费增速较快，食物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三是农业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是农业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入，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分品种看，一、稻谷产量保持稳定，受益于单产持续提升，未来10年稻谷产量稳定在2亿吨以上，年均增长0.6%。二、小麦产量小幅增长，小麦面积稳中略降，由于单产水平提升，总产量年均增长0.1%，小麦消费持续增长，专用小麦存在产需缺口。三、玉米生产消费保持较快增长，玉米播种面积稳中有增，产量持续增长，总产量年均增长2.7%，消费量年均增速1.7%。四、大豆消费继续稳定增长，进口为主格局不变。在大豆振兴计划推动和市场需求拉动下，大豆播种面积有望继续扩大，预计2029年产量将达到2220万吨，大豆总消费量年均增长1.4%。展望期间，大豆进口量仍将维持高位，且进口来源呈多元化趋势。五、油料生产稳中有增，食用植物油进口保持高位。展望期间，油料总产量稳中有增，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年均增长0.5%，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食用植物油进口量继续保持高位。六、棉花优势产区生产保持相对稳定，消费和进口呈下降趋势。未来10年，受种植比较效益和农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预计新疆棉区播种面积保持相对稳定，内地棉区继续萎缩，棉花消费需求年均递减1.3%，棉花贸易仍保持进进口格局，但进口规模呈下降趋势。七、食糖消费稳定增长，进口规模持续扩大，预计食糖消费年均增长0.9%，受产需缺口扩大影响，进口规模将呈扩大趋势。八、蔬菜生产
向优势产区集中，出口品种呈多元化态势，蔬菜产区和品种结构更加优化，产量保持小幅增长，出口优势进一步增强，出口品种更加多样化。九，马铃薯面积持续扩大，消费稳定增长。展望期间，马铃薯面积增长5.2%，加工消费年均增长1.3%，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贸易顺差呈扩大趋势。十，水果消费增长快于产量增长，贸易利差持续存在，预计水果消费量年均增长2.7%，水果进口和出口年均分别增长9.4%、5.9%，贸易利差持续存在。十一，猪肉供求关系由阶段性偏紧向基本平衡格局转变，随着疫情防控水平的提升，生猪产能在消费拉动下将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供需格局由阶段性偏紧向基本平衡转变，展望后期猪肉进口量将逐步回落。十二，禽肉产量增速前高后低，进口先增后减，随着生猪产能的恢复，预计禽肉产量增速将会放缓，展望前期进口明显增加，中后期逐步减少。十三，牛羊肉消费需求保持较快增长，进口持续增加，预计牛肉和羊肉消费量年均增长2.7%和2.1%。国内产不足需，牛羊肉进口呈增长趋势。十四，禽蛋生产消费缓慢增长，进出口基本稳定，展望期内预计禽蛋产量年均增长0.9%，消费量年均增长0.8%，进口以重用蛋为主。十五，奶制品生产和消费稳步增长，进口增速逐步放缓，奶业振兴推动奶类生产加速发展，产量年均增长2.7%，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城镇化提升助推消费年均增长2.9%。因国内产需缺口将长期存在，奶类进口继续增加，但增速趋缓。十六，水产品产量总体缓慢增长，贸易逐渐转为利差，展望期内水产品产量年均增长0.7%，小于消费增速，后期进口预计大幅增长，出口小幅增加，贸易将逐步转为利差。十七，工业饲料产量和消费量均保持增长，畜牧业养殖规模扩张，工业饲料产量保持增长趋势，猪饲料消费量先抑后扬，肉禽和蛋禽饲料消费稳定增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以上是今年农业展望的主要结论，分品种的具体情况请关注稍后发布的录播视频和展望报告。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世界农业生产、消费和贸易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如何积极主动应对疫情，保障农产品生产供给稳定，已经成为重大课题。刚才韩长副部长、曲东玉总干事、于康正副部长已经就此做了深刻阐述，明确了努力方向和应对框架。来自发展改革委、美国农业部等国内外嘉宾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措施建议。农业展望专家组在前期报告撰写和研讨过程中也尽量考虑了疫情影响的不确定性，但由于疫情形势复杂多变，
展望的各种假设和结论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下一步我们将以这次展望大会为契机，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汇集各方智慧，研判疫情对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准确把握国内外农产品供需和市场形势变化，及时提出系统科学的应对措施，努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共同维护全球农产品贸易和市场。